猫鼠战斗平衡条上线，漂浮卡费，猫翻阵营大增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宝盖。本周的猫鼠更也上线了嘛，和提前爆料的差不太多啊。那昨天是纸上谈兵嘛，今天我们来详细的评测一波啊。哎，那记得先给视频点上一个免费的赞啊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那本次更以后嘛，活动里会多一个樱花的礼物活动啊，我们可以用那个支点购买小花蕾来开启礼盒，全部开掉需要花150,000支点啊。宝哥是全部开完了，怎么说呢？这个算是对老玩家的福利吧，也可以当做策划消耗我们支点的手段嘛。因为现在我们支点真是没用，是吧？饱和了嘛。对新玩家来说，绝对是个巨坑啊！你想看以前10万支点要氪多少金才能买到，对吧？奖励只能说一般般啊，但是有胜于无嘛，对吧 ？OK 啊，接下来我们去看大家比较关注一些改动嘛。特技改动漂浮，那现在冷却时间从90秒变为60秒了嘛。实战中只有跳跃的时候图标会亮的，不跳跃的话是黑的，用不了的。那现在漂浮高度就这么高啊，而且是不能自行控制的，漂浮的过程中还是可以交互的，但是交互的瞬间啊，效果就直接消失了。宝哥的评价是啊，不如翻滚，不如二等跳，不如蛋糕啊，算了吧，这个剑就不要带了啊，新版本的话。绝地反击啊，那冷却时间还是90秒嘛，机制改了下，眩晕的时候开绝地啊会直接解除眩晕，但是没有霸体效果啊。那非眩晕状下开绝地会获得霸体效果，但是这个霸体时间明显被削了。那现在想开霸体绑火箭的话，需要离的火箭很近的，也是削弱了嘛，能用，但是留给猫玩家的选择会更多嘛，而不是说像上个版本刷全是绝地反击。角色改动，思飞被动技能迅啊，迅捷状态下会有雷电护身嘛，该状态下会免疫一系列的负面影响，并且对触碰到老鼠造成少量伤害，并且附加感电效果，你走路啊都能电到老鼠了。迅捷状态下的主动技能狂啊，穿刺攻击对老鼠造成的眩晕时间会提高啊，这就是武器技能裂了啊。那现在对老鼠造成伤害什么，会有电击伤害，并且附加感电效果，就两个打中啊就带走普通血量杰瑞了。最离谱的是啊，那个被动雷电能触发同胞，你知道吗？就像思飞强风啊，强风器跑步都能团灭老鼠啊，就这么夸张，这么离谱，兄弟们，这个题要改一下了，这个太离谱了，兄弟们，这对不对？真的是大加强，就宝哥实测完思飞嘛，我都觉得抓老鼠变得轻松多了，伤害手段变得多了嘛，就预测一波啊，今天晚上估计要打一晚上思飞了啊，这想想头大。牛仔杰瑞武器技能仙染，那现在3秒内同目标是不会重复受到那些仙染影响的嘛？就除了图多啊，特别是带蓄势的猫是特别烦牛仔的，那这波削弱也正常啊。就宝哥作为鼠玩家，我玩猫我都进牛仔，好吧？强度是还在的，可以玩，不至于说废了。天使杰瑞武器技能雷云伤害削弱了，这个还是挺明显的嘛，对吧？之前宝哥记得两道雷就能把那个猫劈得怀疑人生了，那现在猫可都可以在那雷云洗澡了，对吧？米雪儿主动技能啊，小情绪调整释放方式嘛。那现在点技能会原地哭泣，并且获得一层护盾啊，身边会下起悲伤雨，猫技能会减速啊。大家注意啦，米雪儿哭泣的时候是动不了的，跳跃也取消不了啊，很容易白给的。哎，但如果手里有道具的话啊，就可以点击道具键啊取消释放 啊，所以说一定要拿个道具啊。那哭泣的时候啊，队友在旁边点那个交互键就可以变大了。那实测只能把一个老鼠变大，不能全部变大的。剑客 Gary 啊，昨天宝哥以为是史诗级大加强啊，结果今天一测就是个锤子，15赫兹啊，说是加了个霸体啊，但是霸体是很短啊，就冲的时候有霸体嘛，你猫抓到机会一下就把你掏了，本身又不能移动释放，实战作用并不是很大，但是可以拿来躲躲技能啊。25格挡啊，新增格挡存货回血机制嘛，你实测回血非常少啊，你那个风险与收益都不成正比的，对吧？总的来说就常规加强嘛，当时霸体被削弱了，感觉上场率会高点。机制改动嘛，感电效果调整，所有感电效果造成的额外伤害降低了。那其实我们看天使实测里的雷云电那么多下猫都电不倒的话，是吧？也很明显，对吧？确实学了很多。OK 啊，这就是智慧改动了啊。那昨天视频也是大家都说过了嘛，今天测几个大家比较感兴趣的卡，乘胜追击啊！啊，现在真的叠层数不要太快啊，打到老鼠加一层啊，击倒加两层，分分钟就7层了。关键是倒地是不会清理的，只减少一半的层数啊。那起来后马上又可以7层了。不知道以后 TNT 就会不会都是火箭猫，是吧？这跑太快了。加大火力啊，也是大家比较关注卡嘛。你实测如果就把队友啊在火箭旁边倒地的话，会直接减少5秒的火箭 CD 啊。那只冷却是20秒嘛，就一旦救人失败啊，如果没队友来帮的话，就真的是活活送队友飞啊。熊熊和加大的话可以选单了，就这个版本的话。OK 啊，这是本次的主要更新内容了。其实还好啊，就思飞的被动刷同胞真是离大谱啊，就宝哥大胆预言好吧，肯定会学的。那这和之前那次扭转那个弹弓能触发同胞一个道理啊，无解的啊。那大家觉得如何呢啊，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们想法啊。好的，这就行的话不要忘记点关注啊，咱们下。